国发会主委管中闵今天就指出呢，台湾的制造业其实也应该融入更多的服务业元素。台湾服务业越来越受重视，但国发会主委管中闵还是忧心服务业成长开始放缓，希望制造业也可以融入服务业元素，可以带动服务业再成长。他还举工业大国英国转变为例，这是台湾未来努力的目标。英国过去也是一个老牌的制造业大国，但他现在服务输出占他的输出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制造业。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他制造业的微缩，反而是因为是服务业输出的大幅扩张。我想这中间都是我们未来希望推动台湾转型进步的一个指标。台湾服务业拼转型，政府不帮忙怎么行？金管会近来大力推动金融挺创意，从创意产业扶植做起。所有的创意产业几乎都是服务业，过去其实银行不太重视创意产业贷款，到去年底整体总数近1800亿，我们希望3年能够倍增，能够让国内的服务业，尤其是创意产业，能由创意变创业，创业变产业。金管会喊挺服务业，不过另外一头 F 股却频传争议。F 中金上柜案遭到金管会退件，公司大表不满，要向金管会提出行政诉愿。假设证交所跟柜买中心在审查个案的时候有相关的疑义的，我们政企局会跟他做相关厘清的这些动作，近期内就会把入资的30%的股份会放宽到50%。做得好要鼓励，有争议也要赶紧解决。官员忙着扮演各种角色，无非就是希望台湾经济能更好。UDN TV 吴佳怡、涂佑任台北报道。